好像要走过来，没有，我们只要清唱才那两句而已。哦，好，那好，我们谢谢魏如萱跟王大文的贡献。好，我们应该是要先对看，然后才不看吧？好，好，站起来。我心里突然有了一个念头，如果我不要再继续一个人生活，我心里突然有了一个念头，如果尴尬的街角有我在找的人，我必须让他明白那些翻译不出来的语言，被遗忘的恐惧，他必须能轻而易举地哼出我心里的旋律，连我都抓不住。谢谢。那九安娜跟张傲人也要清唱。突然又要拱别人一起唱，对对对，那就吉米我们两个唱一下好了。进剧场看进剧场，我们第一百场的时候来唱一下歌，好。我跟你讲，等一下一唱就有十个小杏仁。我觉得你应该要保护女生，就你自己想办法清唱一段就好了。大家不是想听她唱吗？好，我你要保护女生啊。哦，好。你在剧中苦练她，你现在还要把她推入火坑。好好好，那好，那我要唱了吗？冷吗？这首歌吗？有想你有要陪他吗？他要唱什么？我也不知道你想唱什么哎。这时候就要吧，还是波西米亚？波西米亚。好，波西米亚哈。这个好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可是我们没有连着唱哎，中间还有。我们就一人一句好了。好啊，可以吗？你可以知道他们在剧中多么不合拍，谁？因为张耀仁永远都找不到那个 Joy。对，在里面我就是一直找不到他，这样。我跟你们。好。你要唱什么啦？就波西米亚。OK， 爱波，好来。好，我就起一个 key。反复的咏叹呐，有种爱叫做波西米亚。飘散的蔷薇花，天蓝时也不流浪，所以我和你啊，该分手时候好整一下，等晴朗，等天开，等到寂寞都退潮，才收拾行囊。谢谢。这个我没有对过啊。其实因为刚刚唱的部分，我们还有两个其他的演员，对对对，所以我们就 cover 掉一些。我在这边跟经纪人们先道歉一下，因为这没有 say 好的一个状态。Okay. 哦，对。大家可以接受吧？可以。OK。我觉得超有诚意。被大家转到了，可以听到清唱，所以其实大家要是没有买票，还真对不起他们。他们今天那么卖力的在卖票，我想其实就是为了刚才呼应吉米老师说的，一个剧团要能够活十年也真不容易啊，大家。所以呢，4月30号跟5月1号在台南文化中心，然后希望大家有机会进来看《向左走，向右走》。也因为大家走进来看了《向左走，向右走》，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勇气可以走到第100场。那接下来呢，第100场之后，其实吉米老师你要贡献你新的绘本嘛。那所以我们就期待12月底的我可以这样讲吗？忽远忽近，直接12月。好，那我们就期待这本书的诞生。好，那我也要说，就是我今天坐高铁来的时候，我们在就是
看到了一个歪斜然后已经破裂的那个建筑物，其实那时候心里面很酸，然后也觉得有一点很难过，因为之前台南的地震，然后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能够为台南这个地方做些什么。我今天非常开心可以来这边跟，就是我们都非常开心可以来这边跟大家见面，我们很希望可以用我们的文字，用我们的音乐戏剧，然后继续来感动大家，然后继续来安慰大家的不安也好，甚至是安全感，希望我们可以提供这样子的功能，欢迎你们来看戏，谢谢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来签票。其实也想告诉大家，其实我自己也是台南人，然后